你知唔知，趁着眼镜系好大件事噶？嗱嗱，临搵翻副衬你面型嘅眼镜啦！以你嘅面型，应该衬呢一副先系噶嘛？死到如今，我终于都明白到，原来眼镜真系要衬噶，冇话咩要离家出走啊！就连我见到之前个样都想呕啊！冇话改变人生啦，就连人样都开改变埋何大夫，简直系再世华堂，能够将冇我阿爸，冇得为神奇变成又可能，真系令我哋叹为观止，大开眼界啊！若然你拣到一副适合自己眼镜咧，不但只会令你增加自信，亦都会令人留下一个好深刻嘅印象噶。